食吃，哇，这个不错哎。哎，看上你的是什么零？哦，这个好吃，拜拜，滚开。哎，哦，这个可以不用了。哇，这个好料哎！我跟你们讲，这个超好吃的，我先这个哇，好吃哦！拿来，不用。喂，你不要以为奶大就可以欺负人啊！哎，小姐，看清楚，这个是胸肌，不是奶 ，OK？ 是啦，基本常识都不会，回去一年级再读过啦。回去读过啦。你不要欺负我男生猛男哦！你敢欺负了我就就你的头啊！不要起来，太脏了！走开啊你！打快点！打啊！猛男来自单亲家庭，妈妈为了让他和龙凤胎妹妹更加勇敢，就帮他取了非常勇猛的名字，叫做猛男。猛男性格霸道，是班上的老大，所有同学都很怕他。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帮派，叫猛男队。常勇，他是全班最可爱的男生，虽然长得可爱，但遇到 brother 有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他也会常常勇敢地挺身而出。蛇精男，这个可以 skip 掉吗？哎，礼貌上还是要介绍一下，性别不明。哎，不管他了，反正他就是够嚼就对了。理想对象竟然是猛男。阿三，性格38，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胆小，和蛇精男是情敌，因为他们爱上同一个人。长乐是一位 happy go lucky 的小孩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他都眯眯眼，好像世界没任何烦恼一样。猛女，人如其名，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女生，她就是猛男的龙凤胎妹妹，和猛男从小就是死对头。猛女好朋友成立的帮派当然叫做猛女队咯。卡卡，非常有特色的女生，她每说完一句话，后面都会加一些非常非常搞笑的笑声，她的人是非常重感情的。Benny 非常有霸气，黑社会老大的个性，非常大胆，有什么事情他都敢第一个挺身而出。Susan 功课非常好的女生，算是最文静的一个，与猛女卡卡是好姐妹。Dennis 非常仰慕猛女，所以猛女说什么她都会帮忙完成，性格非常搞笑，是猛女队里面的开心果。快停，再不停我叫校长来啊。哦，一个两个很爱打架对不对？很猛对不对？来，给我出来，快点，全部都出去罚站，单脚啊！快，快点！ Hey, just give me a call, 流言斑斑太多，说什么怎么说，就让他们如何。哪来呀、啊？我要看美容节目啊！我要看运动台啊！滚啊，八婆！十八公说好的屁话、啊，哪来？拿过来！哪来、啊？你废话少说，每次跟我抢干嘛？你自己才跟我抢的！拿来！哪来？拿过来！哪来？我先看的、啊。我先看。刚才是我先拿的。哎、欸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我先。你们吵什么吵啊？真的是贴臭门神了、啊！不要再吵了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不要吵。为什么你们爱吵架呢？从小到现在还在吵，一点都不会改变的呢？啊！你们看我的电视节目。喂，谁叫你关的？我热。你不觉得天气很冷吗？很冷呢、啊。你不是很冷的吗？
你有多脂肪是吧？怕热是吧？去看啊！不要，去看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吵了，听见没有？你听见没有？你也是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啊，塌陷呐！你，喂，喂，喂，不可以去好好看戏的嘛？啊，真气死我了！妈的，整天跟我作对，我看他今天讲死给我看。放心，猛男，你交代我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这样是谁的？嗯，这个是我早上出来的。So cool man， 不过你们要小心办事啊。遵命，遵命。以为我是白痴咩？那么烂的 idea， 省点吧。哎呀，淑珍、卡卡、Benny、Dennis， 陪我去厕所一下。最近啊，有点怕寂寞。好啊好啊，我一直跟在你身边的吗？哎，我要嘞，我是你的跟屁小虫虫。喂耶你，恶心死啊，走啦。怎么了？最近失恋哦，那么怕寂寞？才没有啊。男人对我来说啊，没有一个有用的，我才不要。走。老天实在是对我太好了，这么帮我。呜，记得记得，做坏事也保佑我们啊。哈，做坏事可以祈求上天保佑的咩？哎呦，你可以闭上你的大嘴巴吗？闭上你的乌鸦嘴啦。哎，过来！我告诉你们啊，刚才我听到那个大奶蛋，我不知道他们要用大便来干嘛。大便？嗯，所以啊，我特地假装叫你们出来，看看他们要耍什么。美丽，你要把他们干的坏事拍下来。拍下来？哦，对哦，对哦。美丽，你最瘦啊，容易躲。不要咩，人家那个猛男发现的话，太发狂了嘞。怕什么？我才不怕哎。你怕他？哟，快点快点！喂，小心一点。OK OK。拍清楚一点啊！哎，那我们要干嘛？拿快点刀，快点！快点不要碰我妈，快点快点！同学们，你们嘴巴最好给我关紧一点啊，不然的话，听清楚啊，不然的话就是我跟嫦娥的拳脚，你们的拳脚啊，看到了啊、哦。女姐姐，今天天气好像很热哦，记得多喝点水啊。哇，
你这么关心我啊，蛇姬男，我知道你很爱喝巧克力水。今天我在家有装了一壶巧克力水，可是哦，我拉肚子也没办法喝。耶，你啦！梦姐姐，今天我不喝巧克力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好好喝哦，多一点啦。不是要巧克力吗？喝啦。你就乖乖的喝下去吧，大男人不要婆婆妈妈的啦。快点啦。真的很佩服我自己，怎么可以那么聪明啊？你说什么？这么听不懂的？什么来的？什么 ？Benny， 手机。拿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干的坏事我都已经拍下来了，不要再惹我啊！如果再惹我的话，我把这个短片交给校长，懂吗？小姐，怎么了？需要帅哥为你服务吗？不在。不在。Sure， 我那么贴心，那么 gentleman， 刚好今天有带一个纸袋。卡卡小姐，有感觉比较好了吗？啊，很好了，很好了，舒服。怎么天黑了？我家有一只鸡，不进去哦。哟，Dennis， 你讲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哎。你要不要跟老师讲？老师，老师，有人上课偷睡觉，很不尊重你嘞。某同学，某同学，给我站起来。那个摩天轮飞过去了。哇老。梦有梦到摩天轮去啊哈，厉害！来，给我读白板上所有的这些英文字。猛男哥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猛男哥，我们挺你啊 ！Oh my god， 我男神真是死定了啦！加油加油 ！Yes， 奶死，巴死，妈死，哥死，姐死，弟死，妹死，我死，你死，他死，全部死！哎呦，英文有什么好学的？诅咒全家死，那么不吉利。哇，给我站住！英文够力烂哦，还敢跟我睡觉？他妈的，去死 ！Ryan， 我站起来，你也不准坐。你敢跟我站起来？你敢骂老师什么？老师，你不要乱诬赖人哦。我说的是 ，Domino Juice。你，老师。
喂，兄弟啊，那个猛男啊，他打我啊，你帮我修理他噻。啊啊，我给你他家地址。喂，猛男哥，请问我是你的菜吗？哈？说你爱我，说我是你的菜，说我是你的 vegetable 啊！摸摸。是的，小白菜，你是我的 vegetable， 你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我要娶你为妻。这招一定管用，猛男哥，猛男哥，什么？快点说，婆婆妈妈。哦耶，说你爱我，说我是你的菜，说我是你的 vegetable。好 man 哦。有一个这么美的阿瓜追你啊，你要好好珍惜哦。卡卡，我是你的 vegetable， 你要我吗 ？I do。哎，真白痴。我又打败了一个情敌了，这次更有机会喽 ，Love。就免了啦。喂，讲什么屁话啊你，没礼貌，不要理他。你这个人懂礼貌了吗？我们不是来看你的。是哦，今天是你们大日子，就不要吵架嘛。对哦对哦，要以和为贵，要笑。是啦是啦，大日子不可以吵架了，要吵明天继续吵。明安，你妈妈哦，其实很有心哎，她交代我们哦，一定要来帮你庆祝生日。对呀、啊，还讲一定要给你 surprise 哎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看我包成礼物来送给你哟。不用吧？你少来，猛男是我的，你不要跟我抢。我的。喂，格力啊，你们两个再吵的话，我拿扫把把你们赶出去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这样没有礼貌，他们都是你们的客人啊。来，帮忙拿着。哎，礼物呢？嗯，这是给你的，小小心意，希望你喜欢。谢谢妈。嗯。这给你啊，谢谢。萌男，这个是我送的礼物，这个是长乐送的。你们送的一定是 cheap cheap 的啦，你看我就知道是这种东西啦，不用。妈，你送给我的是不是那只我最喜欢的手表？你看来看就知道啊。哇，真的耶，谢谢。哇老哎，现在什么年代哦，还有人用 iPhone 4？要哎、欸，喂，有手机用已经很好了，你还要嫌三嫌四啊 ？iPhone 4其实不错啦，又可以上网，又可以玩 game。是洛猛男妈妈的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你们不要吵啦，我要的是 iPhone 6s， 你要的话你自己拿。他神经啊你！不要理他。干嘛？被哪一个女孩子说到啊？卡卡是吗？才不是嘞！哎，猛男，其实哦，蛮喜欢淑珍的，你不觉得她很漂亮吗？
嗯，他是不错的。哎，我很少听你说喜欢哪一个女孩子哦。既然你喜欢，那他一定撑你的。对啦，有喜欢就要去追，表达自己，幸福去争取的。猛男大哥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追一个人呢？你又要追谁哦？你哦啊！猛男，不要理他，白痴来的，这样话也敢讲哎！你们不要吵了。猛男，你应该要怎么样开始追苏胜？很简单，你只要拿着这束花，还有这个巧克力，告诉他你对他有好感，他就会觉得你哇 ，so gentleman。果然是专业的情色男。哎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小白脸，来这边做么哦？你不是那一队的咩？来做左狗啊？你在搞什么？苏正，请接受我的小花，然后我希望你吃了这个巧克力过后，每天都可以像这个巧克力一样幸福甜蜜。说什么屁话你？幸好我还没有吃饱啊，要不然啊，吐死我，超恶心。我那么笨手笨脚啊，都比你那么 noob 啦。No！我的好姐妹啊，滚啊滚啦，走开啊。嘿，小姐，做人不用这样的，他喜欢他关你屁事啊，他喜不喜欢他又关你屁事啊。对啊，就让苏珍自己选择嘛。苏珍，你说啊，你喜欢他吗？一看就知道苏珍多么不喜欢他啊。我不喜欢你，听到了没有，滚开啊。好丢脸的，人家不要就不要逼人啦。Brother， 世上不只有她一个女的，我外面大把介绍给你，走。早就该给我走啦。拜拜。拜。苏珍，像她这样没有用的小白脸，不要也罢。我都说那部戏不错看吗？没有骗你们吧？那部戏超好看的，我还想要看多一次啊！哎，约我！约你们干嘛？约你们？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。考虑一下喽，看你们怎样对我。哎，你就是那个猛男啊！听说你很能打的哦。哎，还真有一点胸肌耶！你是哪根葱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喂，他是我 brother， 你们是谁？你们想怎么样？喂，我会跆拳道。我会蛇精之术，不过直接溜走。我不知道你们是谁，我也没有得罪你们。闲事啊！你们是谁啊？我求你们放过我的儿子吧！我求你们了！可以啊，让我们把他修理完之后，不就还给你咯。妈！哎呦，人家的老母亲都昏倒了，我不要再玩了。走，走啊！妈！你没事吧？妈！快送妈去医院，快点！快！妈！妈！你母亲患上了血癌，已经到了末期，需要立刻动手术。
手术费要20万令吉。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，生老病死都是逃不过的。妈，你没事的，医生一定会医好你的。嗯，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医好你的。没用的，是要你们以后和和气气，相亲相爱，互相礼让，那就可以了。你们不用担心我的，我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。妈，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，知道吗？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坚强起来，这样才能够打倒病魔。你们可以答应我吗？你们以后啊，不要吵了，也不要打架，要相亲相爱，互相照顾，知道吗？什么呀？那你呢？好了，来，大家和和气气。来，和和气气的，嗯。孟男，孟女，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们大家都会尽量帮忙的。对对对，你们尽管开口吧，不用和大家客气的。对咯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我们相信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对，一定要相信，绝对不可以向现实低头。可是20万不是小数目哎，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钱？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我不想妈离开我们。有办法的，只要我们分工合作，去努力筹出这笔钱。对啊，现在网络那么发达，我们可以在 Facebook 请求大家帮忙啊。我之前那么嚣张，真的对不起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大家都肯伸出援手，帮助我们。我也要向你们说对不起。我希望从今以后，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太冲动找人打你了，真的很抱歉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现在妈妈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我那一点小伤算什么？没事。现在当然没事就好了，我能够做到只有在街头跳蛇舞卖唱来赚钱了，你们不会介意吗？好吧，那我们现在赶快讨论一下，怎么样筹款好吗？好啊。我知道我的病已经是非常的严重了，看来我很快就要离开我最疼爱的孩子了。也许这是上帝要考验他们，让他们学习独立吧。但是我的心里真的舍不得他们，真的是放心不下。
花笑得多灿烂，只可惜你已经不在我身边。你曾经是我深夜里的那盏光，曾经幸福才懂那些痛，谁喜欢告别。想你的时候为你默默唱首歌，因为我记得所以舍不得。想你的时候我会学着不难过，感谢回忆留下最美的那一刻。眼看天上星星在闪闪发亮，只可惜你已经不在我身边。你曾经是我大海中的那艘船，却剩下我在飘飘荡荡，谁不想勇敢。想你的时候我们女自从妈妈过世以后，也就两个礼拜没来上课了。到底他们跑去哪了嘞？是啦，好久没看到猛男了哦，好想念他哦。
猛女我就没有想念啊。都说了猛男是我的了，你可以不要一直跟我抢嘛。你们到底有完没完？现在大家都在担心他们，你们还在这边说风凉话，重色轻友。是啦，蛇精男就是蛇精男，就是爱发飙。哎，不如我们放学后去他们家看看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希望他们没有事，很担心的。嗯，对了，妈妈去世真的是会想不开，我们应该给他们多一点关心。妈，猛男，猛男，猛男，猛女，猛男，猛女，猛女，很自傲哎。如果没有在家，没有来上课那么久啊，我们还能去哪里找他们？嘿嘿，你们来做什么？你们，哎，去哪里玩？哇，你们这边是蛮热闹啊！你们有必要这样吗？难道你们想过这样的生活吗？哎，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哦。我们看好伤心了嘞！对呀、啊，你们要振作起来！虽然你们没有妈妈，可是你们还有我们啊！去喝啦！啊，不要讲，看开一点好吗？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样的事情啊！好啦，真的好，好啦，好啦，不要讲种种，我们就喝酒啦，喝酒，这么多，够了！我相信你们妈妈也不想看到你们这个样子啦！你们干！看看你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！如果你妈妈在天上看到你们这样子，她会更难过的。心情好不好啊，梦女？你们好好听我们说，我们一定会陪你们一起度过的。去世之后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失去妈妈的痛苦。父母的爱是世间最无私的爱，父母的付出是世间最真诚的付出，父母的关怀是世间最永久的关怀。我们好想念妈妈的唠叨，妈妈的呵护，她总是为我们打点一切，给我们最好的。现在我们好想好好报答他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世事难预料，我们没办法预知明天或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现在最深最深的体会是，人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或已失去，而是及时能把握眼前或现在的幸福。人与人之间，从相处到相知，不管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都是属于人生难能可贵的一部分。我们应该及时把握和珍惜所拥有的一切。幸好我有上帝、兄妹情，还有这一般朋友，陪我们一起度过人生最难熬的时段。我们都学会了更加珍惜彼此。时间过得真快，
多两个月就大考了，我们一定要尽全力考取好成绩。没错，猛男猛女队一定要争气一点，我们要很光荣的毕业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你们有什么梦想吗？我的梦想哦，是要当一个跆拳道教练。哇，帅耶！不要逼我嘞，我也是哦。我的愿望咧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很漂亮的空中小姐，去很多很多的国家。不是你嘞？我啊，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服装设计师，到时候连名人都穿过我设计的服装。哇！我的愿望更简单，只希望能够找到一位我的如意郎君，一辈子过着甜蜜蜜的生活，那就好了。这个愿望一点都不简单。不简单。我呢，我想当一个谐星，让这个沉闷的世界因为我变得更加有色彩。哇！我想当餐厅大老板，桌子赚钱，每天口袋多多钱啊。我想当 international 舞蹈老师。咦，牡丹哥哥嘞？我的愿望啊，说出来会吓你们一跳。我想当一名创作歌手，去感染这个社会，污染这个社会啊。那我的梦想呢？其实我对于化妆还蛮有兴趣的，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很著名的化妆师。哇，哈哈哈！那祝我们大家愿望都能够一一的实现，让我们今年都能够考取最猛的成绩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约定，念完书之后成为社会最有用的猛男猛女。猛男猛女队万岁！我们坐在最高的角落，等城市万家灯火。我陪着你什么都不说，燃亮起的光瞬间温暖心窝，然后谈谈最近的生活，谁和谁爱和寂寞。偶尔幸运有流星划过，我们何时为梦想放手一搏。没什么，我知道你会陪我。没什么，曾一起笑过哭过，默契更多。 Hey just give me a call， 读简讯太冷漠，你语气里的火让我感受复活。 Hey just give me a call， 留言版本太多，说什么怎么说，就当他们路过。最高的角落，等城市万家灯火。我陪着你什么都不说，燃亮起的光瞬间温暖心窝，然后谈谈最近的生活。从来没看过这班家伙这么认真用心的考试，看来他们真的改变了，太棒了。我们何时为梦想放手一搏？没什么，我知道你会陪我。我们老魏是不是紧张，也不知道会考怎样？不是，我手的脚都已经冰冷了。我僵冷了。大家放心，我们付出的努力一定会有收获的。是的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真希望一切顺顺利利啊！对对对，上天保佑保佑保佑！哎呀，你们不要紧张，你们一定可以的。哎，我能上中哦，第一次这么紧张，我成绩。我刚去，刚去，弄菜了嘞。有啊，夸张了你。哎呦，紧张嘞。
常勇成功当上了跆拳道教练，而且听说他的武馆是马来西亚最红的一间哦。蛇精男当上了肚皮舞老师，而且常常被邀请到各个地方去表演。哎，有时候事与愿违，阿三虽然立志要当一名空姐，但考不上，只能在飞机场其中一间咖啡店当经理。长乐成为很多网络游戏的设计师，别看他长得矮小，但却很有本事呢。Susan 也成功当上了非常有名的服装设计师，连蔡依林、田馥甄、周杰伦、王力宏都穿过他设计的衣服呢。Dennis 和卡卡不懂什么时候开始趴脱了，而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平台，当上了全马最红的 YouTuber， 可以让他们随时发挥谐星的本色。Benny 果然当上了餐厅的大老板，现在每天口袋都装得满满的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土豪。那猛男猛女呢？哎，亲爱的大家，真的对不起哦，我们没办法去聚会了。是咯，我们拍摄节目的时间 delay 了，下次请你们吃大餐 OK？ 哎，真的很扫兴哎。是咯，怎么办？看我们小欧的了，哼，下次啊要罚他们请我们吃大餐了，我要吃到够够力，要给我们破费，哼！哎呦，不要这样嘛，人家又不是故意的，像人家也是很难才抽出时间来吃晚饭的，好吗？嗯呐嗯呐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最厉害了，最 professional 了。哎呦，肚子很饿了嘞，让我们饿东西吃先啦。哇，你们看，电视机上还播他们的演唱会的影片呢。刚才我一路上店里都在播他们呢，是这样的咯，人红了就不认识我们了。嗯，嘿嘿嘿，我们刚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你们讲我们坏话哈，讲人家坏话不是在后面讲的咯。哇，你们不是没有来的咩？很坏哦，骗我们。哇，我们那个妹子好帅哦，我好爱哦。越来越漂亮了耶。喂，你已经跟我在一起了，你还一直这样色啊，你找死啊。称赞人也是一种美德来的吗？是啊是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庆祝吧。那我猛男祝大家无论事业爱情任何事情都越来越猛啊，越来越猛。翻白眼笑啊，你还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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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 ，NG， 不 OK， 是在把真心话讲得出来。你们，我要隆重的宣布，你们都毕业了！